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放松放嫩有啥用？你给他揪嘴，你知道吗？就揪嘴。一分钟嗑瓜子时间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看腾哥像个机器人一样。我请了嗑瓜子机器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！博哥好快。博哥好快。还有30秒。两个一嗑，没有想到啊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！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目前暂时是博哥领先啊，来自于齐齐哈尔的选手沈腾，40多年嗑瓜子经验，现在暂时落后。细嚼慢咽啊，博哥，3、2、1，停嘴。 太完整了，我们这盘儿太漂亮，这瓜子壳简直是。我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瓜子皮儿还是瓜子儿，你这是工艺品，这刻出来的。双方首先清点一下，现在剩多少颗？49，45，49。腾哥剩49颗瓜子儿，40。我们40。没想到啊。 你们的博哥嗑瓜子比耗子还快，惩罚喝一下苦瓜汁儿，来自取一杯。这真的苦啊！啊，是蛮苦的。同时，本轮支持你的观众将不能参与接下来的环节录制。 真的要回家啦！代表腾哥队再次向这边选择红色阵营的观众说一声抱歉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谢谢。注意安全哦，回去的时候。妈呀！演播厅里面竟然会玩这样的游戏？什么游戏啊？两位每人拥有5分钟的时间完成一次汽车逃脱。 你们要用7把钥匙解开束缚身体的6把锁，谁先逃出来谁赢。如果5分钟内没有逃脱，车辆爆炸。我想看爆炸。这个一听，这真是太是我的强项了。所有现场的观众，请选择。全走了。鹏哥，你留人吧。 留一个是最有勇气的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留下去！哎呀，留了8个人，你们8个是真的看好我，还是说就不愿意动弹了？<笑>讲究啊！来，所有观众请看车内逃脱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塞！天哪！真车？哦，2个人在一个车里边，真的会炸吗？ 不能怕，这，哇，真的有锁。两位准备好，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5分钟，手上3把锁，胸口2把锁和车门1把锁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加油！挨个试。龙哥加油！ 腾哥已经打开1把了，真的，7把钥匙6把锁啊！哇！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，车辆将会发生爆炸，能否逃脱升天，考验着你们的心理素质。哇，腾哥好快！腾哥加油！腾哥，你慢点儿。博哥呢？腾哥加油！ 腾哥，腾哥，博哥打开了，腾哥加油，打开3把了，打开3把了，哇，腾哥
好厉害！腾哥加油！博哥加油！哇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！是不是一下混了？混了，一下混了。所以说稳很重要。博哥，这个哇，好，博哥要快一点。其实是拿钥匙试锁快，而不是换钥匙去试同一个锁快。因为再倒过来找钥匙好慢啊。哇，打开了。哦，都在解胸前的了。哥，你快点儿！天哪，打开了！好快，好快！博哥好快！博哥加油！博哥加油！博哥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稳稳！博哥加油加油！腾哥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恭喜博哥获得一对一的最终胜利。腾哥，首先恭喜刚才选择博哥领衔的黄色阵营的每一位观众，你们将在节目结束之后得到君乐宝大礼包一份。我个人出钱给你们八个补上，双份儿，每人双份儿，人数少就有底气是吧？